在上一个讲次，我们介绍了四个健康促进的重要文件，分别是1974年加拿大卫生福利部的部长 Lennon 发表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 Lennon 部长提出了四个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分别是生物因素、环境因素、生活形态，还有健康照护组织。后来呢，在1979年，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把 Lennon 部长所提出的这四个影响健康的因素加上了权重。他们认为呢，与生俱来的生物因素影响了健康的20%，环境的危害占了20%。但是呢，这两个因素很难由个人去改变它，所以对于一个人影响健康最大的因素是行为因素，或者是不健康的生活形态，占了整个影响力的一半。最后剩下来的10%是健康照护体系的不足，这个跟医事机构或者是人员的值和量，或者是它的分配不均有关。另外呢，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有在苏联的哈萨克阿玛阿塔这个地方召开了基层健康照护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发表了阿玛阿塔的宣言。阿玛阿塔宣言里面强调基层健康保健的重要性，并且希望能够弭平健康不平等。而且呢，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达到全民健康 Health for All 的目标。阿玛阿塔宣言觉得，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所有的政府部门、还有个人、组织、社区、政府，所有的单位都应该要互相协调，一起来为健康负起责任。后来，在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了第一届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会议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渥太华宣言。这里面提到，后来我们在做健康促进的时候，都会参考到的健康促进五大行动纲领，分别是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强化社区行动、发展个人技能，还有重新调整健康服务的方向。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今天，总共召开了8次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上一次的结尾，我们提到了1988年的第二次健康促进国际会议。这一次的会议是以渥太华宪章当中健康促进五大行动纲领里面的第一项健康的公共政策为主题。会议里面再次强调了健康的公共政策是所有面向的政策当中都要考虑到健康还有公平性。同时呢，政府里面的所有部门都要对他的政策负起责任，然后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是为了要创造支持性的环境，让民众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所以政府在制定农业、贸易、教育、工业还有交通等等的政策的时候呢，都需要考虑到健康这一个基本的因素，并且要为对他所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健康后果来负起责任。第二次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发表的宣言叫做 Adelaide 建言。 Adelaide 建言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要对健康放入更多的考量，政府对健康的关心程度应该至少要和关心经济一样。然后呢，我们就看了一段影片，了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督促政府政策发展的方向要符合有益我们身体健康，或者呢，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政府执行的政策不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介绍后面第3届到第8届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内容。首先呢，是第3届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第3届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是1991年在瑞典的 Sundsvall 召开。这一次的会议是以渥太华宪章提出的健康促进五大行动纲领里面第二项创造支持性的环境为主题。会议当中觉得，环境呢，就是包含了我们生活的社区、家里、
工作场所、休闲娱乐这一些地方。那支持性的环境呢，就是包括了生活资源可进行，还有增能的机会。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就是涵盖了自然、社会、心灵、经济、政治很多的面向，而且要协调地方、区域、国家还有全球的层次，来达到永续的效果。在 Sundsvall 的会议之后，发表了 Sundsvall 声明，声明里面提出了创造支持性环境的四个方向。第一个是社会面向，再来是政治面向、经济面向，还有重视女性。社会面向包括了影响健康的规范、赋税、社会演变，还有一些传统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呢，会增加社会隔离，减少社会的凝聚力，挑战传统价值还有文化遗产，然后就会冲击到了我们的健康。政治面向呢，需要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保证民主参与，而且要将资源还有责任分权给地方。另外呢，也要担保人权、和平，还有要让出社会资源，从军备里面转移出来。这个也是阿玛塔宣言里面提到的部分。经济面向，我们要重新把资源导向全民健康，就是我们说的 Health for All 的目标，然后呢，还要永续发展。在这里面包括了安全，还有可信赖的技术的转移。最后，重视女性的部分，为了要发展更多正向的公共政策，来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包括在政策制定还有经济上面，所有的部门都需要认知到女性的技能还有知识，而且要在健康促进的政策和架构的发展上，让女性社会组织有更多的参与还有影响力。在这一个项目里面还特别提到的是，大家都要意识到女性的工作量，比如说家里面的照护工作、家事，这一些都必须要平均分摊给男女一起来负担。在重视女性参与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台湾有的女性支持女性社会团体，他们的运作非常符合 Sundsvall 的声明，这个就是主妇联盟。十多年前就加入主妇联盟的国小老师徐美秀，现在还努力推广回收废食用油做成肥皂，呼吁大家减少使用化学清洁剂污染环境。她说，环保工作看起来不起眼，但只要一点一滴努力去做，环境问题才有可能改善。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妈妈是环保妈妈的话，她会带动整个家庭是一个环保家庭，那么很多的环保家庭就会带动一个环保社区，很多的环保社区就一个带到一个环保国家。从家庭走入社会，再把环保概念带回家庭，主妇联盟在民国76年解严之初成立，反核色彩鲜明，而他们推动的垃圾分类、厨余回收、废油回收都成了政府的重要环保政策。现在他们更全力推动节约能源，为学校的营养午餐把关等工作。其实他们要倡导的是一种新的乐活形态。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善尽公民责任，然后会保护环境，然后照顾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生活。主妇联盟周六举办20周年的庆祝年会，副总统吕秀莲更到场祝贺，会中也肯定主妇们对于社会的贡献。而主妇联盟走过20年，期待更多年轻妇女能够投入环保的行列，因为他们相信主妇团结力量一样能够带领社会进步。Sundsvall 声明像是 Adelaide 宣言的延续，他强调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还有决策的时候，都应该要考虑到健康这个议题，而且要为他们决策的事情对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来负责。Sundsvall 声明也强调，应该要把资源做重新的分配，才能够达到全民健康的目标。另外呢，要多关心女性的健康，而且要正视女性的力量。 Sundsvall 声明还有 Adelaide 宣言一样，都提到了所有的政策还有资源的分配都需要考虑到公平。 Sundsvall 声明说，现在的政策决策还有工业发展的计划都太过于短促，利润的计算也没有算到健康还有环境的成本。
可是呢，人类只是整个地球生态体系的一部分啊，所以呢，建立支持性的环境，也要同时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永续经营。第四届的健康促进国际会议是1997年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会议是以新世纪的新角色，引领健康促进迈入21世纪为主题。会后呢，他们发表的是雅加达宣言。雅加达宣言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要了解健康促进是一项关键性的投资。我们上次有提到，健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也是社会还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所以呢，我们要遵循这个健康促进的投资还有行动，来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同时为民众创造最大的健康效益，减少健康不平等，推动人权，还有建立社会资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健康，还有缩小健康上的差异。第二个，就是我们面临了一些健康决定因素的新挑战，比如说像是都市化、老年化、慢性病的盛行，这些都是健康决定因素的新问题。其他像是社会行为、生物上面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会有久坐的情况，还有呢，像抗生素跟其他常见药物的抗药性、药物滥用、社会上有家庭暴力等等的问题，都会威胁到健康和全民的安宁状态。另外呢，就是新兴还有再浮现传染病以及心理健康的问题，全球经济的整合、金融市场还有贸易、媒体跟通讯科技的普及，还有现在因为过度使用资源而造成环境退化等等跨国的因素，这些改变有一些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有一些会塑造人们的生活形态，还有全球的生存环境。那雅加达宣言就说，健康促进呢，可以为这一些健康的改变来带来一些影响。透过健康促进的策略，我们可以建立还有改变生活形态，也可以决定健康的社会、经济还有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里呢，参与是很重要的条件。那促进参与，就是我们要学习才能够增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参与呢？首先，我们可以先通过各种方式去搜寻健康的资讯，比如说像是利用网络的 Google 或者是雅虎这一些搜寻引擎来搜寻健康资讯，或者我们可以阅读报章杂志、收看电视节目、听广播，当然呢，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比如说像医师、护理师、药师这种专业人员来做咨询，或者我们可以参加讲座、参加一些课程来学习和健康有关的知识。进一步，我们可以搜集还有凝聚资源，参与或者是发展促进健康的事物。最后，我们可以利用社区或者是团体的力量，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并且监督公司部门担起他们应该要担起的社会责任。第五次的健康促进全球会议是在2000年墨西哥城召开的，这一次的主题是健康促进，填补平等的空隙。会议之后呢，发表的是墨西哥声明。墨西哥声明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个，达到健康的最高标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社会还有经济发展以及公平的必须项目。第二呢，健康促进和社会发展是政府主要的义务还有责任，并且要由政府的各个部门共同来分担。第三，我们看到过去借着政府还有社会各界的力量一起努力之后，许多地方的健康显著的提升，而且健康服务的提供也有进步。可是呢，现在
仍然有一些阻碍社会还有经济发展的健康问题，急需要去被解决，才能够达到健康还有安宁的公平性。另外，墨西哥声明再一次提到了新兴及再浮现传染病也会威胁到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强化所有部门和社会层级在健康促进上面的协调机制，来尽速解决影响健康的社会、经济还有环境的问题。最后，把健康促进当作公共政策还有计划的基本要素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够追求平等和全民健康。墨西哥声明提到，过去我们用好的健康促进政策来促进健康的结果证实是具有效益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保持在这个方向持续的努力。2005年第六届的健康促进全球会议是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召开，会议当中制定了曼谷宪章。曼谷宪章提出了有关现在社会影响健康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包括逐渐扩大的不平等、新的消费还有沟通形态、商业化、全球环境的改变以及都市化。其他的影响健康的因素还有快速而且经常是负面的社会、经济还有人口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工作状况、学习环境、家庭形态、社区的文化还有社会结构。影响的程度呢，在性别上面是会有差异的，而且对于弱势儿童、社会边缘人、障碍者还有原住民的影响是会加重的。不过全球化也为了增进健康的合作还有减少跨国的健康危害带来新契机，比如说资讯还有通讯科技的增强，还有已经改善的全球管理跟经验分享机制，都可以让我们更有效地促进健康。之后呢，在2009年肯亚的首都纳罗比召开了第七次的健康促进全球会议，这次的会议没有提出任何的声明、建言或是宣言。会议里面讨论的主题有五项，分别是社区增能、健康知能与健康行为、强化健康体系、伙伴关系和部门间的行动跟建立健康促进的能力。在社区增能的部分，我们先来了解社区是什么。所谓的社区就是指一群有共同兴趣、有共同关系的话题或者是有共同特征的人所组成的团体。那增能呢，是让民众可以获得控制形成他们生活因素还有决定的一个过程，这里包括要增加他们的资产、建立获得资讯的可进性、建立伙伴还有网络、还有要有发言权这一些。所以呢，对社区增能就是要让社区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生活的一个过程，它可以满足支持健康的社会、文化、政治还有经济这些决定因素，并且透过和其他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来寻求解决方案。这里面沟通是确保社区增能的重要角色，我们用讨论增加知识还有觉知，然后更深入的来思考，让社区能了解生活中互相影响的力量，最后呢，让社区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第二个是健康知能和健康行为。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健康知能。在台湾也有人把健康知能翻译成健康素养或健康识读，它是一个人终其一生在寻找、理解、评估还有使用健康资讯跟概念上面所建立的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呢，可以帮助他做出知情的决定，减低健康危害，增加生活品质。也就是说，提升了健康知能，
就可以让我们更能够了解健康事件的内容，然后透过对于健康事件的了解，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去判断应该要下什么样子的健康决定，要有什么样子的健康行为，然后呢，我们就更能够避免掉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同时也可以增进我们的生活品质。在纳若比的会议里面，他们有提到健康知能就是增能的关键，因为呢，健康知能超越了过去健康教育的狭隘概念，不仅是个人行为导向的沟通，而且也可以因应影响健康的环境、经济、政治因素这一种技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呢？在这里面我们提到几个可以自己做到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的搜寻、收看电视或者是收听广播、阅读报章杂志，或者是到卫生所、诊所、医院这些地方去索取单张、手册还有文宣资料，甚至呢，我们可以直接向专业人员来做咨询，参加讲座或是演讲的活动，来获得跟健康有关的资讯或是概念。然后我们获得了健康资讯跟概念之后，试图要去理解这些资讯跟概念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就可以再透过搜集资料或者是向专业人员询问，来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同时呢，也能够增进自己理解健康资讯的还有概念的能力。那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我们获得的资讯并不一定都是对的。那我们在获知一个健康资讯或概念的时候，就需要根据过往的经验还有知识，或者另外再搜集资料来判断它内容的正确性，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要运用这些资讯或者是概念来做健康决定。这个呢，就是评估的能力。可是有时候我们获知了一项健康的资讯或概念，而且我们也对它的内容做了理解跟评估，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或者有的时候出现不想要去运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透过更多的资料搜寻、理解资讯，还有其他健康促进的介入，来提升使用健康资讯或概念的能力。纳若比的会议第三个主题是强化健康体系，因为健康促进需要一个功能良好的健康体系，所以强化健康体系是健康促进的关键，而且必须要先做的策略。健康体系的改革是奠基在基层健康照护的重建上面，包括要确保健康照护的全面覆盖，使全民都有相同的可进性。这个根据民众的期待还有需要所提供的健康服务，我们叫做以民众为中心的健康服务提供方式。纳若比会议的第四个主题是在讨论伙伴关系还有部门间的行动，因为民众的健康不仅受到健康部门行动的影响，也受到社会还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除了以民众为中心之外，包括财政、教育、农业、环境、建筑、交通部门都应该要去评估他们的政策对健康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减少空气污染上面进行部门间的合作，或者透过健康促进的可进性还有两性平等的政策来促进健康。纳若比会议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在讨论如何建立健康促进的能力。会议当中强调永续的健康促进需要让健康促进成为财政与人力资源计划、知识管理、伙伴关系的建立还有有效的执行力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需要领导者能够形成跨部门的策略关系，提供持续的资源，还有促进改进与健康相关政策，还有建立需要的基础建设。
最近一次的健康促进全球会议是2013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这一次的主题是所有政策面向的健康工程，缩写叫做 HIAP。会议之后呢，提出的是赫尔辛基声明，他强调全民健康是政府主要的社会目标，还有永续的基石。同时也重申了健康平等和不分种族、地区、政治信仰、经济以及社会状况都不能够有歧视，要尽可能的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这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政府应该要对人民的健康负责，良好的健康可以提升生活品质，增加学习能力，强化家庭还有社区，增进工作场所的生产力。那健康平等呢，是社会正义的一种表现，包括平等的促进健康，消除贫穷，社会包容还有安全。所有政策面向的健康工程是跨部门公共政策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有系统的把健康这个议题考虑到所有的决策里面，寻求合作也避免危害冲击健康，最后可以增进大众健康还有健康平等。它可以促使政策制定的人在政策的制定上为健康的影响负起责任，也可以提供结合健康、社会还有平等目标的管理架构跟实务方法，来处理健康和其他面向，比如说像是跟经济发展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在赫尔辛基声明提出之后呢，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也在同一年的年底提出了全球健康工程的台北宣言。在三段五级的预防策略里面，我们认为第一级的健康促进是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两次的内容，归纳一下在健康促进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个人技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增进自己搜寻、理解、评估还有使用健康资讯或概念的健康知能。因为 WHO 认为健康知能是对个人增能的关键，而增能呢又是个人参与在健康促进活动当中的关键。第二个，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和健康有关的活动和议题，凝聚资源还有社区的力量，建立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还有网络，来增强社区发言的力道，然后试图去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最后呢，我们可以监督政府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设计还有执行都不可以危害到我们民众的健康，甚至要政府的各个部门的政策都要以促进民众健康为目的，而且也要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政策做健康结果的负责。下一次我们要开始从每一个人的人生各个阶段来介绍健康管理的项目。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见咯。